这是1997年宁静和外籍老公保罗的结婚照。当年的宁静是中国宅男的女神，她是我国电影市场上里程碑的人物，她开创了我国娱乐界女性开放式表演的先河。她从21岁到27岁就拿遍了金鸡百花各大奖项。宁静的性格大胆泼辣，由于和姜文赌气，便和外籍演员保罗闪婚。因为姜文的前妻是外国人，可见他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。如今50岁的宁静依然是美貌依旧，甚至比年轻时更加时尚和迷人。虽然2011年和外籍老公离婚后，至今都没有再婚，但只要生活的快乐和幸福就够了。